放声呐喊，为超马跑者递上补给的这一群热血应援团。他们是协助2018东吴国际超马最不可或缺的学生志工。超马选手，加油！加油！享誉国际体坛的东吴超马行之有年，吸引各国好手前来挑战。能够顺利举办，需要许多志工的协助与帮忙。其中，学生志工分为八组，负责活动机圈、接待、抽奖等。即使比赛进入深夜，他们仍坚守岗位，为选手加油打气。我这次负责的是国际接待组，这份工作主要是从选手接机一直到他们的饭店。每一位选手都有他自己的补给品，然后他们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。赛后，选手们对志工同学的一路相挺，赞誉有加。音量并没有减少，而且也蛮热情的，几乎每圈经过的时候，他们都大声的加油。东吴超马的成功，除了场上选手们的全力以赴，还有每位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。而学生志工活力充沛的身影，更为超马赛会写下美丽的篇章。校园记者蓝依凯、杨烈奇、孙小棠采访报道。